哇，你要买真机给我啦，就是这个、啊。圣诞节要来啦，所以我想要买一个圣诞礼物送给我的男朋友 Samuel， 而且这个礼物他一直半年前都一直说他很想要，所以我打算在这次的圣诞节的时候送他。可是呢，要拿到这份礼物没那么简单，我打算去捉弄他，捉弄，所以才会有了这个视频哦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表情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改变主意了，因为他现在在做工，我也不想要去打扰他，我就先把这些礼物放进车里面，然后等他做好工过后我再去捉弄他吧。干嘛干嘛 video？ 对啊，在 video 干嘛？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在那里真的没有什么东西，那个后面那个也是你的。哎呦，哇！你要买圣诞机给我了？真的期待不要这么高哦。是圣诞机哈？不是，不是。可是没有，不可能，应该不是。屁呀、啊！这样子，这个一定是骗我了。一定这边又买一个什么洗身体的？卫生纸擦屁股的、啊。他就是这个、啊，这个布丁。就是这个、啊，这个布丁。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礼物。没有啦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布丁哥。什么呀？这是刷鞋的、啊。我得梳一下头。那你干嘛？怎么来的？怎么来了？来了，不要 pose 啊！来了，快点！不是，这是我很贵哦，是吗？你骗我哎、欸！拿走了，这个没有用啊！我忘记这个东西啊 ，spoiler！ 死了，我现在就是要帮他拍照了，一辈子了。我太感动了，我都要哭了。然后 lens 在哪？以后我帮你拍照，我不会再生气了。你讲呢？啊，可是你自己要美啦。